哎，这个风墙灯超酷的！哦，也是英国的风力电视，365日当日都坚定的运作，代表英国经济商业动向之哦。田里的那个是大脑吗？不，也是艺术家天树农民创作的艺术装置。听到台风就用威迪亚呢。哦，伊啊是比较提香。跳下来看金本英的西欧的昆士街，唔就滴很用的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一奎，非常欢迎你来礼拜。小爱是天赋，小爱是天赋。你来礼拜关心的主题是艺术，不过每一话都该将当简单、当传统的艺术，把它突发改掉，当无穷的艺术，多来点把它新闻小改，我的现场的来宾，提前怎么做准备的？军火商，大家好，高丽看到，飘给你，大家好，第三排，你有没有下？大家好。最后跟我一样没有拿过金球的派大星，大家好，来欢迎四位李亚礼拜冠军女士娘半高，看我来看李亚礼拜，社会孔子篇。你是娘半高，高马改参观头日撞相片，来，这是一个在美国波特兰的街头拍到的照片，这是第一张照片，你们仔细看哦，任何线索都不要放过。你们觉得这个照片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红橘色那个膨胀出来的东西。咚咚，膨胀出来。第二张照片，啊，有什么共同点吗？跟第一张照片？气球，红也是同样颜色，都是膨胀的东西。哦，更近的这个角度有没有？它在加拿大一个地铁站，你们看到 Metro， 来。And 又强 New Stock 出题目，请问今日台风桥要提醒大家注意某个事情哦。第一，神发慢来都会危险。第二，神发慢来都会 surprise。哦。第三，神发慢来都有主动。来，四位小欧，请出示答案。答案是3、2、2、2。因为这个红球它都是放在像公共的地方，然后像走路你要试着避开它，所以就像是这些人要走上楼梯要先低头，然后才能走过这颗大红球，所以我觉得它要提醒我们生活充满阻碍，可是不要放弃。哇，要这么励志吗？它出现在很多国家，然后刚才前面照片也看到，然后像它出现在地铁站，然后路上，就让人感到怎么会有这颗红球在这边，就感觉很惊喜。是在国外，而且外国人思想一般都比较正面思考，所以我觉得应该二比较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放在一些公共的地方，我觉得它是想要提醒大家说，其实生活处处都有惊喜。你有时候看事情的表面不一定，它背后意思真的就跟它表面一样，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来，四位讲的都颇有道理，都在大本黑马改就强 New Stock， 答案是，哇！来，牌子收起来，三位放一颗地球。阻碍先生，不要让第一题就阻碍你，好不好？你可以的，好，你拿过金球，我知道。来，按照相片来看，搞了一款两张相片。这个也在法国，这是巴黎的市政厅，它的市政府哈，它在一个转角。还有一张照片，我们来看，知道是哪里？台湾。台湾。因为那边有台那个牌子1999热线哦，哈哈哈，一个近的符号1999，哎，很厉害，台北热线，台湾哪里？这是台北，台北三峡老街，它叫做剥皮寮哦，大家都哦了啊，没去过，你听过吗？听过。这个确实是一个国外的艺术家的发想，他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叫做 Kurt Pershing。
他希望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尤其是每天我们出门就遇到一些，我们坐交通工具坐捷运，然后我们开车会经过桥梁，所以你在一些交通工具或是在一些重要的要道上，他让你好像转一个身就可以，哇，原来我的生活不必每天都一样，可以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创造这种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哎，你安排到看，听你家听梦。好了，刚才我们去了这么多国家，现在到我们邻居的哪里？日本。日本的看到马改从西洋片开始。哦。抱着一个东西，那应该像稻草人。那是对某人意义重大的稻草人。抱着他的就是他的制作者。真的哦。这位奶奶，她做了300多个稻草人。哦，好可怕哦。那一点都不可怕，为什么呢？就是题目又像 news dog。请问阿爸婆怎么该要做按道的个人人哦？第一，调会贴图嘞；第二，人贴少嘞；第三，车嘞贴图嘞。请出示答案。2223。偷东西，然后我接到一个村落，我看到人坐在树上，我就会觉得害怕，就像以前会有人站岗站哨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个村落你刚才说很小嘛，然后我可能觉得可能村庄里面的人不多，然后可能那个老奶奶也是一个村民，然后希望有人可以去比较多人去陪他陪伴他，然后让他比较有独居的感觉。好可怕。因为看他的背景，他有一点冷清，然后我觉得老奶奶会做这么多的稻草人，然后把他们刻意摆在一些特别的地方，我就是希望有人看到他的这些意思，然后进而重视这个小村庄。我觉得本来这个小村庄本来人可能很多，结果下一代全部都跑到都市去了，因为要念书，然后有好的工作才能有好的未来，所以他们都没有人待在那个村庄里面，然后所以这里面村庄的人就很寂寞，所以就放很多稻草人。上届讲到像今天讲的，还没今天大本营哦，又像 news dog。答案是，恭喜三位。你已经有一颗球啦，好不好？没有关系。我们刚才看的几张照片，我有特别强调，我也故意问了，你有没有发现他打扮的跟人一样，非常的周全，从头到脚。所以老奶奶其实就是很认真的想要把它拟人化。好，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哇，好酷啊！这个是有点变态啊。这是哪里？学校。稻草人在帮稻草的学生上课。哦，等一下，所以全部都是稻草。对，从老师到台下所有的学生，好，每个人的稻草人学校姿势也不一样，有没有？有些人在翻书，有些人要举手了，然后有人在打瞌睡。太可怕了吧！稻草人学校，除了你刚才看到在街上、在树上到处都摆，这样就可以让他某种程度回到啊、哦，这里是很繁荣的那个感觉，就不会这么孤单了、啊。这样想比较可怕的啊！没有，我以为他的用意是为了要让别人看见这个村庄，没想到你说是为了让他不孤单，这种感觉更可怕。但他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可是他本来如果、啊、如果他不是这么做，在座各位，我们所有的观众，包括你们，我们会认识日本四国明清村这个老奶奶的故事吗？不会。好吧，那实际的做法以及他现在。在这样的计划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又强 news dog。阿婆做按道过的人，希望做乜嘅啊？不有，因为阿伯婆系伫泰山度嘅西总头，后生人伊都成法都办到读书去石头路咧。几只总头，但只村咧35人，总下都系阿伯公、老阿伯婆。昨夜个人认嘅连夜一米阿伯婆，跳下马喺呢度叫做是农作物嘅调诶，冇想到总系读嘅人啊，系马到一个人认就系正经嘅人哦，系老佢大嘴鼓。连夜阿伯婆有嚟做个人认嘅想法，就啲啊西装头万奈不败的个人认，啲学校田小度，啲屋下嘅门口也是荷巴笋。个人人就像是皮蛋太家讲义的穷样哦。哦，按样太家就唔会吃到古时咧。错啊，韩国人民一只个人人总头本新闻播出来嘅关键，
上来青岛的后生人来捞林爷阿伯婆合作过年年，台山渡的西总头悄悄又来发力了。可能日本的五个人准备提三只题目，而现在就像 news talk。好，我们从日本到他隔壁的马萨，好，韩国，韩国可能马个嘞也系从相片开始。你系马个？陶瓷娃娃吗？杯原子。你说什么？杯原子。杯原子哦，很潮的嘞，这么大的杯原子，在哪里？蜡像车上。什么车上看到？公车。公车。啊，也像公车，确实是。News Talk 抢出题目。请问共产党方的雕像，我提醒大家马个事情哦。第一，我记得李勇。第二，历史做唔得甜饼甜。第三，安全带我系好来。不，你先摆了。哦，这么厉害！来来来来，都有答案了吗？四位是二二一二，来。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像个富人，然后就是要提醒各位乘客，就是看到行动不方便或者就是像捷运上的有不爱坐，你一定要懂得礼让。来，这个富人有哪里比较特别的？你有没有发现？衣服。你原本想讲她是一个怀孕的妇人，专有名词叫孕妇。对，是吗？你觉得她是孕妇装？对。OK， 好。然后历史不可忘是前一阵子有很多文章都在写，很就是韩国很黑暗，对女性很不公平的一面。嗯哼。嗯，这应该是二吧？现在韩国人都往那边像 K-pop 那边走，但是都不会关，可能都不会。特别关注以前的历史，我也是选历史，可是我觉得它的历史是黑暗一点历史。一般来讲，韩服颜色应该都是很鲜艳、很亮。你去过韩国对不对？对，去过。你有穿韩服吗？那时候有，可是一般来讲，应该都是很亮的颜色，很少看到会有人用藏青色跟白色，因为这两个颜色在中古古代来看，应该是比较不吉利的。就丧事的话才会用这种颜色。肩膀上面那个东西，我不太确定是不是鸟，我觉得有可能是青鸟，因为青鸟带来和平的。和平跟幸福鸟，所以他就希望说，就是我们现在要珍惜我们现在幸福的生活，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谢谢这个巧克力再次验证，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因为去过韩国，他穿过韩服，他有过那样的体验。他说：“哎，我穿那么多韩服，没有人穿这种颜色，但不代表一定对，好不好？”但我觉得这一段分析，我可以再一次统整给大家，我认为是很可贵的，所以还是有请。New Stock 大瑞改答，恭喜三位。And 看韩语照相片，我先请教大家哈，看这个照片的同时，你们知道什么是慰安妇吗？就是在打仗战争时期，很多士兵他们就是你知道他们会需要一个可以发泄性欲的一个地方，那就会抓很多女生。台湾其实也有，台湾现今也有慰安妇的，就是如果能够活到现在都已经很老了，但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有点被迫抢，就是被迫被强迫，不是他们愿意的。可是韩国现今时代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是非常，就觉得女生好像不纯洁，没有守好自己的贞洁，但他们其实不是故意的，他们是被强迫的。嗯哼，其实大家讲战争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他这样的一个抗议活动，韩国抗议对象是日本，因为日本那时候征召了很多韩国，包括你刚才讲在台湾的这个慰安妇，所以这一台公车也有其意义。你们想一下，为什么会在公车上摆一个这样的雕像？这台公车的路线，它行驶的其中一站，日本大使馆。很好，师姐走发，哎，又讲 news talk。为什么要把雕像放在公车上啊？不，一台塞有慰安妇小五雕像的公车，为驶过日本驻南韩大使馆。希望因为坐公车，韩国注意到雕像的特殊人，还有日韩政府而继续重视处理因为战争带来受到伤害的慰安妇问题，韩国提醒战争的历史伤痛。
当年办业时期，韩国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南韩全国各地都会办纪念活动，就是老一条慰安妇阿伯婆上演，要求日韩政府要出钱来处理慰安妇赔偿的问题。特制纪念雕像都代表着因为战争杀了许多伤害的富人家，都有一则动伤心的故事。希望政府做得好好照顾亚丢阿婆，也希望不要再有这样可怕的事发生了。好的，就韩国共产党做慰安妇提醒大家了解新闻之后，下辈你今天就要进来就讲 News Talk。哎，亚洲横跨哇好多地方啊，比如哪位？法国人嘛，该抢看相片。你们觉得在哪里？机场通勤的地方。有第二张吗？有第二张吗？哦，没有第二张，就直接看题目。就这一张。但是，究竟是巧克力可以拿金球，还是三位要一起接受处罚？请仔细看 Annie 的题目。请问，要到分派当空下掉的物件，我本人安分去哪？第一，苏南达的名单；第二，李航的人怪烟的花；第三，人高神切的眼梦。最关键的一题，请出示答案。等你啊！好一个三三两两！我刚才想，死前愿望这种东西还蛮正面的啊，所以看了应该是不会反感啦。就是你自己反问自己，死前愿望是什么吧？然后你就在想，你看到自己愿望会有什么感觉？那应该是不会是三，因为我觉得抱怨。抱怨什么东西？抱怨谁？你会用爱心抱怨别人吗？会用和平的标志抱怨别人吗？可能这前面写不和平啊。哎，怎么办？我突然觉得是一耶。我也这么觉得啊。我们可以换答案吗？因为我刚刚不小心瞄到旁边用很粗的字体写 peace， 算一张照片，右边 peace， 对，没错，就是他。我唯一看得懂就只有他。哦，你非常的厉害哎。因为我个人觉得受难者名单，他这里也没有一个标题很明确写说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事件受难者名单，而且也不是说受难者名单是你想加就可以加的，所以我觉得受难者名单不太可能。旅客抱怨留言不太可能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点点，而且刚刚还有和平标志跟爱心，所以是不太可能是旅客抱怨留言，所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死前愿望，因为可能多数的人还是对死这个字比较忌讳一点吧，所以他们就觉得说看到死前愿望，这不吉利啊，我又还没死，为什么要做许什么死前愿望？我觉得来都来右边人纳到 Game Q More 又强 News Talk， 不要答案是金球。我们这样是不是会有处罚？啊，不然呢？最输的都要处罚。他三颗球，他四颗球啊！你们两颗球，那处罚我吗？死之前你要做什么事情？他们就给你这样的一个黑板，经过人就可以写下你自己想要写的。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品，所以大家不用用忌讳或者是什么不吉利的角度去看它。那我相信对外国人也是，他们可能某种程度就是，他可能年纪很轻的人，他也可以写，因为我不是想写了就要死。在我这一生走完之前，我可能是50年后、70年后才走完这一生。若是各位有好奇 ，Before I die， 你们会写什么？我应该就让自己好好的活着吧。跟我喜欢的球星见面。去世界上很多别的地方，再广进文吧。很快乐。快乐？你现在快乐吗？到目前为止？快乐。都在做乜嘅？我就见面翻拍，但不本下都国庆之前，我做嘅事情又像 News Talk。News Talk， 你有想过 Before I Die 这个题目，黑共黑五
想要许什么愿望呢？哦，俺希望世界和平。哈，世界和平？你应该只是想要很多狗骨头而已吧？嗯，狗为什么写下自己的死前愿望会引起法国人的反感呢？一项艺术品 Before I Die 在巴黎里昂火车头展出的时间，法国将受到恐怖攻击。对这样时的法国人来讲，下定过生前的愿望是多不好的事情，一场下来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样诶。不过大家都不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担心会不会太多余了啊？错啊， Before I Die 的作者总开始说，因为你是车名的故事，其希望大家早点透过下定过生前的愿望，有勇气面对韩国的讨论死亡，韩国是免看的也该对这家真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哦。那我也来想一想好了。你是搞什么搞娘半搞，你搞的是我的屁股好。来，四位，我好奇问一下，我们原本会以为就是艺术是一个美，艺术是让你欣赏的，结果我们今天看到原来他们用艺术可以表达特定的诉求。我们要表达诉求，我也可以写很多的文字出一本书或写一篇文章，用一个艺术品表达诉求跟用其他传统我们理解的方式表达诉求，就小欧的眼光来看，你们觉得有什么差别？可能会把一个很恐怖的，就是像可能负面的东西，可是用艺术呈现出来，可能就没有那么负面。就是虽然写书是文字是一个很好的传达方式，可是有个时候我觉得人在学习是要一边思考一边学习的，那就是我们不见得要一直听别人说还可以学习，有个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艺术品就是一个，因为艺术它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是一个答案，就是看每个人看的眼光不同，然后去思考它为什么会给予你这样的东西。有一句话就是说，一张图画胜过一千个字，但是你放那个一个红球，就代表大家想，你想给大家说这里到处都是惊喜。君火上讲得很好，那是我们大学学摄影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听过的那一句话，叫 A good picture is more than 1,000 words。 比起写文章来说，艺术可以让比较多人，年龄层会比较广，而且也比较多人可以接受的。 OK， 希望 CEI CO 的分享我们全都讲到动画，最后我想要让大家说，年代你们白头说你是那对牧师管地图，牧师对报复管地图，年代你可能理由做来了解生发地图，也就是曼南都会艺术，很快把安妮生发变成海南美好。以上是两礼拜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下个礼拜六我们的7:30，记得准时收听。社会是天赋，拜拜，拜拜，拜拜。来，有谁想要试戴一下红鼻子的？两位有戴过吗？戴，好不好？哎，你的鼻涕不要拿给人家，给他们球就好了。都拿过金球，只剩我了哈！你金球可以让我封一下吗？感受一下加持过的金球。那有危险啊！真的有危险啊！我看你吧，你可以吗？这样子，鼻子太大了。摄影师，像。